念歌唱曲解新闻，无歌无曲啊都袂清楚啊！少年人有少年人的青春，学以上毛学以上的青春，欢迎来收听文辉的 playlist， 好，咱同齐来回想一下啊。五日上的青春，五日上你好，又过到了咱五日上的青春这个时间，文辉要过来跟大家回想一下咱以前的青春啦吼。1980年也是讲1990年迄个年代吼，咱台湾经济算还阁袂歹，吼。啊，所以就个五六场所啦，五六个迄个设备啦，吼、哦，迄行业啊，拢啊个算真热门啦，吼、哦。迄当时有一种叫做 piano bar， 吼、哦，拢是咧做钢琴的演奏，啊，底下小可弹散一个啦，小可吸一两杯啊，安尼啦，吼、哦，这种的 piano bar。你平老爸进前，还是讲平老爸之后啦？反正迄个年代就对了。咱台湾的这个音乐吼，除了讲咱听歌以外，其实还有一部分的人吼是爱听演奏的，就是讲除了听嗰个歌手吼唱歌、拉曲以外吼，佮另外爱听一种演奏，就是轻音乐啦、轻音乐的。你这个轻音乐的演台湾的演奏市场内底吼，其实无讲有真济真受到特别重视啦吼。但是呢，参照讲有一个音乐的迄种风格，倒是不离啊常常听到，尤其咱中部地区，因为呢，根据文辉早哩即电台上班嘛吼，那咱迄个头家吼，伊台湾。各地我那有算几落间分台嘛吼，伊迄阵就咧讲吼，恁中部地区吼特别介意这种轻音乐，什么款的轻音乐呢？双钢琴演奏啦。敢那是的款哦。迄、那个我印象当中，咱像咱中部夜市也是吼，你听演奏的吼，迄真侪拢是听迄种双钢琴，公开是双钢琴啦吼，不过伊拢会配电子琴来做伴奏，啊是讲甚至有诶迄个所谓钢琴吼，可能我来用电子琴来去模拟的啦吼。即下我想着讲，以前咱搁较早进前吼。差不多我那1970年代的款吼，1970年代左右吼，咱中部地区吼，嘛捌时间过一阵嘛，迄种什么呢？叫做白马音响。白马音响到底是虾米款的物件？四声道，四声道的。咱中部地区吼，对音乐敢那有一个真特别的迄种意爱吼，一种那种气氛啦。
会记得那当时我们这个卖音响的啊，吼，我听说吼，那个四声道音响，较早的立体的就真厚啊，对不吼？但是后来捌出过四声道的，啊，四声道的吼，那当时听说我们中部地区是卖了上好的吼。啊，对照着我们那个电台的头家来讲，我们中部地区特别介意这个双钢琴哦，嗯，听起来敢那是我那真舒下的款啦吼，有影得着。音乐的部分，它有一条歌，你会介意未介意哈？除了讲这个作词作曲以外，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编曲啦。啊，特别是这种演奏曲哈，提歌来改作演奏这种的，哦，这个迄、那个啥，演奏的功力，讲编曲的功力，佮佫较重要哈。咱来袂听看卖啊，有一条真受到欢迎的，叫做《母乳》哈、啊，这条歌哦，真受到欢迎对嘛吼，迄雅琪啊吼，唱片咧卖个下下叫啦。咱听一下《母乳》这首歌曲，双钢琴的版本。然后呢，咱这个来过来听一下，刚一台 piano 呢，迄个版本吼，这是现场的演奏的版本哈，小可一寡杂音，不过迄个演奏的功力甲气氛实在是真好哈，来大家来欣赏看卖。